小萝莉让我填咱们有多少在校工程，我哪知道啊，真着急。我知道啊。不局里最近要举行大型展览会，不知道在哪一天，我也想去看看。我知道啊，别急，我给你查一查。你们怎么什么都知道啊？因为我们都都在在用用 news APP。还有这样的神器呢，快给我看一看。news APP 开启事业部消息直达的快车道，让每名员工与本部无缝对接。这么好的 APP， 我们在海外能用吗？当然啦，只要手机能上网，四海八荒，一点即可。那赶紧给我来一个吧，扫这里就可以。说了这么多，千万不要忘了在个人设置中修改个人信息，保护隐私哦。这么好的 APP， 我得赶紧告诉我的小伙伴们去。小伙伴们，快点过来，快点过来，快扫一下。